这是旅行者第一年对战公子的表现。不错，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，但也就仅止于此了。这是旅行者第二年对战雷神的表现。我会将你弃进神像里。醒醒，快醒醒！这是旅行者第三年对战伞兵正击之神。这是旅行者第四年面对纳维亚落水却无能为力。这是隔壁漂泊者 boss 开传送门都能抓回来一顿打。看来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派不上用场了。感谢你的带路呢，漂泊者，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，真让人想从里到外一点点挖干净，然后摧毁殆尽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出现呢，漂泊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个圈套。
训练。有意思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样能困住我吧？别想逃！我很想留下来陪你们玩一场，可惜，朋友们，再会了。别想，就这样离开！看来你一直知道我跟在你身后了，漂泊者。你和精灵影提前联手，我可是有些伤心了。真是受人欢迎呢。残星会永远会为你留出一席之地，而我真诚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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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